子那菜都快吃了不？你少给我们干，你去做主噻。你他俩白菜先一回来，我回家给把豆子找出来的。要的，你多久没有蒸了？看你手艺回潮了没有？不潮了，把白菜先一套好去了。嘿，就是这个，漂亮得很。哎呀，我多菜，安逸不？安逸，真的。菜都快吃了，鸡都撵不上锅。老王，你不相信不了，你给高花看见的什么不？啊，这我送的嘛，做这一天都不少，也挣得快。不听我就吃了这个。来，老李收了，放着。收下喽。老爷爷别花呀，别花了。老王花的少酒。好，明天拿个喂鱼，干了。老王，你不要整那么下下，就这儿点点就看了，得很热。好嘛，你看嘛，该是客人嘛。好了，那就都要喝去。喝足嘛，老李。哎，还是可以。你看嘛，还是奇迹喽。穿着都细的看。穿着还是有点冷。哎呀，只有吃了饭，你倒多吃一碗。我还收你，你还没有回潮。你要多吃饭了嘛，肯定不得回潮噻。没回潮，那还有人。好。菜都把它打开。好，成功了。好，吃完了，吃完了。哎，你要吃吗，玉坤？要。看你好吃。有可曾来过我的梦里，一定是你的梦醒，直到我睡。这我等会儿杀过的很，从一到多吃碗饭。一定是你来时太小心，喜欢嘛就去吃噻。把我在想你，下次还点托人过来搞一下。要的，我都欢迎你。当然，但是我收了。